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二。今天峰哥说这边有一个烧烤特别好吃，带我来吃烧烤。听说这里海鲜很多。这个是真羊腰，哎，罗汉，口感味道很上头。哇，配的好赞助，它是绝对好的。哇，啊，为什么点？羊腰看爽。兄弟们干杯！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香菇？我觉得烤的香菇特别好吃。你使劲吃啊！都能吃不完哇，鲍鱼、五花肉，看这色泽，哇，上面撒了小米椒跟那个鳄鱼，好过瘾，大腰子，肉呢，哇，这家烧烤店的海鲜特别多，看搞生蚝，这肉够肥吧？
哇，太爽了，这吃到。哇，他们，峰哥今天酒量可以啊？可以，够吧？鲍鱼，大鱿鱼，你知道？这个烧烤真的会吃嗨。再来一个大鱿鱼啊！嗯。又大又香，芝士虾，有猪脑，嗯，哇，虾肉好新鲜，哇。嗯，好辣好辣，嗯，这边的虾居然做的有点龙虾的感觉，肉很紧实，大好吃。这个是吃的啊，这家店烤的海鲜非常不错，而且海鲜的质量都很新鲜。哇，好新鲜！哇。这个竹蛏也好大呀，肉特别多，天啊，这比鲍鱼还好吃。竹蛏就是特别长，肉特别多。大海螺，这种带壳的海鲜一般都是用蒜蓉烤的。哦，他已经把螺肉切好了耶。嗯，螺肉他已经切好处理好了。你别给我拿，我吃不了。天哪，太好吃了！哇，这比原来整个吃要更好吃，更入味。西子猪脑，哇，猪脑一直是我最爱，好像很辣，峰哥点的重辣是吧？对，猪脑是重辣，不辣不行，不辣猪脑能吃吗？哇，好软嫩啊，还有粉丝，正常，嗯，太香了，哇，正常包的好好吃。上面有香菜、整理椒，这个才是蟹堡，是一个松叶蟹，还没有芝士，这是芝士蟹堡，嗯，底下有蟹肉，来，底下有蟹肉，哇！它里面蟹黄啊，芝士没什么味道，有点咸。嗯，哇，里面这是蟹黄味。哇，好香！今天吃的太爽了，还有好多呢。啊，喝酒兄弟，好了，差不多吧。我喝酒，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强行拜拜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我再来一碗虾粥。干杯、吃饱了，吃饱了，但是我还能吃喝。